师兄，这次套住之后，都当他手指头都不见了。右后腿是被兽夹夹到，然后时间就烂掉了。他们来自不同的山区，却遇上相同的克星。只存在于台湾的特有物种，会在我们这一代走向灭绝吗？7月11号周日晚间8点，东森新闻台《福尔摩沙守护者》一起关心野性生命。